太触了，一半都变了，就太触了，侧一点过来，我这么近的还有点烫着，没事。第一次采用了这个，中央电视台的这种全景直播啊，几台摄像机加在一起，觉得我这个腿好像这样那种体力不太顺当吗？我打扰你们了，把重要的设备给打扰了。还好，这边还有一个。本来就是设备不足，我还给打我给你拿了点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也是有那么个意思，就是。我觉得你的效果应该是精益求精。是，这有的时候是。这沙龙完了就是洗头，洗头完了后就是梳直，不一定要把它吹干就剪，如果是要剪的话。啊，对，吹要都吹干的话剪好像。嗯，好剪。嗯。如果你觉得你剪。我觉得，他应该还不希望我马上剪。我倒是真希望你再留几个月。那你把我头发掉一些啊？掉不了多少，没事的，我不怕的，我也会承担这个风险的。现在这已经不是你的头发了，是我的头发。我在那个现在在编你的头发。对，你在编我的头发，别给我扯痛了啊！咱也没量到底有多长呢。对，刚才出去忘了。我也忘了。我问你上哪能弄个卷尺？哎，他们这宾馆不知道能不能有借用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有吧？我看。那也行。你打电话问。这样谁送过来吗？
总裁多少？93-96，应该不会有。脾气，而且这里是总裁，总裁他的那个态度很差劲。是吗？昨天我那里打了几下，就是老是对不起，没有，对不起。936。他这好像就是没有。正常情况应该是没有的。那个嫂子，我好像包里还有个皮套，真的嘞。那只能把美女队也跟着招进去了。我也应该躲开镜头。没事没事。在什么位置？要不介意我就给你一起发上去。你要建议我就给你啪脸上贴一块。你再去他上网上找个老公，他现在还没嫁出去呢。